大成功，好在拼经济，好在拼经济，删除诉讼费，删除诉讼费，还我还财本，还我还财本。那我们现在对付经过的啊，是台中的标语，尊重情，要尊严，求生存。这是2005年安农在香港反对迟到抗争中用的标语。湖南马政府，湖南马政府，好在拼经济，好在拼经济，删除诉讼费，删除诉讼费，还我棺材本，还我棺材本，代位求偿，代位求偿，国家赔偿，国家赔偿。十年前的代志啊呢，啊你你感觉讲即马你安尼，拢是岁数安尼足大，啊过来安尼出来，十外路呢，含行路都无啥法度行路呢，啊过来出来安尼控，对啊，啊过来，啊感觉足辛苦安尼控啊，这边都是你的，还我，啊吓死你啦，啊那爱咱有讲嘛，安尼控，一日嘛我无法度啊。有政府一个交代，我们大家爱支持，对吧？我支持有政府，你要看人家上来就不懂嘛，这是我家支持。好，我们现在改成六步一口号，鼓五下，锣一下，哈、哦，锣下之后喊口号，我们现在就开始闹新立法院。我们让来所有拿着手牌的阿公阿嬷哈、哦，棺材们过来之后，我们全部接在后面，两个人一排，好不好？哈、哦，来，我开始。代位求偿，代位求偿，国家赔偿，国家赔偿，代位求偿，代位求偿，国家赔偿，国家赔偿。来，我们可以大步一点，没关系哈，我们现在绕行立法院。那我们就到那个转角那里。湖南马政府，湖南马政府，好在拼经济，好在拼经济，湖南马政府，湖南马政府，好在拼经济，好在拼经济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我可以访问你一下，有关于我们做这个事情吗？他会长。哦，你是队长，自救会会长。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去淡洗了总统府。那我们淡洗总统府那天，总统去看电影啊。那你觉得我们做这些活动，我们请了这么多老迈的不老骑士来做这些东西，那今天也是同一批人跪的那些，那我们还要做多久？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招数没有？就政府能够帮我们解决，我们就会结束这种活动。
你觉得我们要再跪几次？我们还要再拖几次？那就看政府啊，看政府那他有没有。后面不会用跪的，后面会用更强悍的。哦，是，我只是很心疼，我只是很心疼。我们让这些，我只是很心疼，我们让这些老人家这样一而再的这样做。这国家让我们这样做，所以这些人都被淘汰，政府都要告他们。这些人是不受受待的。我们有没有可能请一些律师啊，什么人来？请不起律师。请不起律师。国家只能80个律师来告他。国家有八十个。1800万。我们只有四个义务性的律师来告他。所以这个就是势力的不平等，强跟弱的不平等。好，麻烦飞先生。